安徽开这种条件，敢可能？啊，这根本。嗯。安怎？就无人啊！迄是你家己生了咧，真歹看。我是袂歹哦，咱讲真诶，毋是无人，是有人哦。哦，啊、到底是虾米人啊？虾米人？哎呀，恁讲好啦，一个人。啊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要另外一个，也未出事，啊，别讲诶，哎呦，怎么别讲？就敢讲啊，哦，别讲，我别讲，无啦，你配音袂啦，我来，你嘛袂用诶。天理。所以
这位公主啊，以下这位小姐是我娘子第一美人啊。那呢，第一美人应该应试人是真多才对啊。当然真多啦，啊，不过吼，得爱看条件，都是条件，要不然得过关啊。条件吗？是什么条件嘞？啊，这第一啦。你是讲我会用的去？嘿，当然咯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若是公主你吼，
半暝半我就走去啊啦。少年的阿弟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你千万都不通误失良机哦！赶紧等下先。好啦，你行啦，有够害！少年的，你都爱紧去哈！我来啊啦，回来啊，回来啊啦！哎呦！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千万不可无视良机。主公，若恁用少爷的身份，恁用，好恁用，好恁用啊！若林良名士何林良，龙家圣旨历代托宫，这机会不如让我跟你呀。
花接无天涯。